大家好，我是梦琪，单人单车自驾全国。我现在已经回家好几个月了，好几个月没有直播，没有拍视频。大家有没有想我呢？还记不记得我了呀？我今天来我奶家了，这不马上收秋了吗？我来收秋来了。我现在准备自驾游第三次出发，然后呢，我打算开着我这台小车出发。这台车呢，大家应该都记得吧？它陪我走过了好多个地方，西藏呀，都是它陪我去的。我现在在家呢，准备改装一下它，我想要把它上面安个行李架，然后电这一块呢，我想好好改一下。然后车里边呢，我想弄一个就是改一个好一点的床，因为上次出去的话就是比较简易吧，就这个车我弄的比较简易，那个床是用两块板给它躺上的。这次想要打算好好改一下，好好弄一下，初步呢是这个想法，但是呢还得改着看，是吧？大家还记不记得皮皮了呀？皮皮一直在我奶家这养着，他在这个大院子里边玩呀，哎呀，就是特别的开心，比在车里边他开心多了。咱家人看到皮皮的时候，皮皮还是小的，还是个小不点，可能也就这么大吧。我现在呢，给你们看一下咱家的皮皮就长多大了，真的长得特别的大。我给你们看看皮皮有没有变样，看看皮皮，皮皮啊。皮皮，呀，皮皮呢？你吃骨头呢？看看皮皮大不大？果果啊，果果，上那底下干啥呀？